县长候选人李文忠今日提出伊对未来南投县治理方山溪流积沙的处理政策，有多位信义乡河社地区的乡亲特别前来关心，也因为担忧人溪伫河社的河段积沙愈来愈严重，已经威胁到因的生命财产安全，居民希望河川所存的方法要改进。你像东湖迄个所在，伫东湖社区较起来迄个吼，迄若搁吞一长关起来。迄水若冲对大路落吼，规个东湖巷拢河社街啊都无去啊。若要疏浚，所有较软体吼，尽量提走，啊，迄石头提来两边边啊，岸爱固起来。也是讲规个溪底拢较疏浅，安尼才有效。咱疏的时阵，尽量疏浅落。因为安怎讲哩？咋？这条溪，自我捌的时阵呐，是下底拢种石壁，两边嘛拢石壁。但是迄个石壁宽度无真悬，你知？啊，搁起哩都徒步啊，你知？啊，只要吞悬起来，冲去徒步就放落来。我承诺，我一年来我一定开始点动，我两年来一定加规个完成。什么叫完成？我两年来和同武村的村民永安社困下来。李文忠指出，撇出的问题，伊若当选，马上就开始处理。但南投县只要风台大雨，就灾害不断的问题，要对源头开始设法。因此，伊若当选，县府目前的组织将进行调整，成立专门负责处理灾害防治的部门。未来南投县内河川所存，销售沙石的收入，嘛将优先用来做好灾害防治工作。治山防洪应该要上下统合，标本兼治。那么我准备第一，我会新成立一个环境资源保护局，那么它来统合啊这个治山防洪的所有的工作。第二，那么我要成立一个河川疏浚的整治监督委员会，监督什么？第一，监督河川疏浚不会有弊端；第二，监督河川疏浚的云泥最优先要放在这个河川的疏浚。李文忠强调，伊当选对野溪到集水区、对顶游甲下游规划全县性的山林溪流治理计划，用完善的环境保育政策，健全南投县基础环境，予南投的好山好水，袂阁因为天灾带来破坏甲威胁。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